嗨，我之前呢在屏东一家冰店上班，距离真的太远了，所以我辞职了。这个是红酒炖牛肉的调理包，因为仓库还剩很多。嗨，我是亚伦，也是师大杰出青年，又杰又出，我就不相信我不能应征店长，而且我也很会哭。我的优点也很多，我的时间也很多。我54岁，但是我还会定老哦，我很需要这份工作，麻烦你了。